好，来喽！现在是在台中的东海大学。好，今天礼拜六，很多人拍照。我们看一下，哦，感觉不错，绿绿的。再看一下教堂，啊，这个是贝聿铭设计的路思义教堂。拍照拍得很开心。好，这边停车非常不好停，为了进来看教堂，停了半小时。还记得我停在对面的医院。